真的被那个野丫头迷住了。对，一开始觉得她挺粗鲁，时间长了她挺温柔。我等你来娶我。我会的。桂英，我知道你爱宗宝，可是宗宝和公主定了亲，再来往宗宝肯定会受到伤害。宗宝，你奶奶最疼你了，如果佘太君不从，皇上也该让三分吧。奶奶，您不知道孙儿喜欢你。喜欢什么奶奶不管，现在是大敌当前，欲聊迫在眉睫呀。宗宝，我与佘太君之战已定，绝不更改。你怎么就那么较劲呢？小丫头，你面对的是一个久经沙场百战百胜的佘赛花儿，谁输还不一定呢。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中视频道，穆桂英。